狐臭是不是会因为情绪影响而产生？一般人可能抱持着疑问。除了腋下之外，狐臭又分布在人体哪些位置？情绪非常的高涨或特别低落的时候呢，其实就会让这样子的大汗腺呢产生分泌的一个行为，这样子。像譬如说，像有些人，譬如说他生气的时候啦，或者是他在性兴奋的时候呢，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特殊的这个气味的一个排出。那这个排出的话，其实是因为神经传导物质到了表面的这个大汗腺的这个周围的这个平滑肌不再收缩的时候呢，它这样一挤，它就把那味道把它给释放出来了。所以是因为这样子一个作用呢，才会产生这样子一个味道。那这样子的味道呢，其实除了腋下会产生之外呢，会有人在胸前啊、乳晕，甚至性器官的部分呢，也会有这样子的味道产生。